头发长了。假话。真的假的？真是假话呀。我应该说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？如果说真的的话感觉像真的假话，但是我说假的呢，真的头发不是假话啊。比如说普通话说干什么，东北话可能就说干啥，这区别什么的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应该说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。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太差了，是没有什么呀，你跟中国这比的话没法比啊，我饭都吃不下了，我感觉心疼的我真不行了，而且我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吗？从日本去了60个人嘛，他他妈哪够啊！我说我也去一下，我也去的话，肯定61个人了吗？